啊，当时呢，我们第一步呢是先通过这个雷达用多次的这个复位检测，啊，那个人就是说在那块区域，而且有听到了里面被困人的声音的回复。没有问题吧？你问他一下。没问题，好，我在哪？你没撕就行。走，一二走。那个打的口径越来越大，后来看到了被困者的手，啊，是有能活动的。我的手和他就是接触了一下，抓着我的手之后。就是有点舍不得放开的感觉，因为他埋压的地方是一个那种弹簧床，所以要把前面那个床部全部清理之后，才能把它整体的移出来。在清物废料的时候花了大量的时间。担架，你担架，你了，安静，别给他说，我们会把他移到担架上，让他稍微忍耐一下。因为他已经埋压得有100多个小时了，完之后通过自己的技术赶紧的迅速的把他解救出来。固定解雇没扎呗。 OK 来，好，别过来，看脚下。干我们这一行，我们要尽着我们最大的努力去营救每一名被困者。走。看视频，上封面。